饭去吧。斑斓，你先看。啊，好吃，走走走走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斑斓叶。喝吧，开始了。这啥叫绿的呀？斑斓呢？早上四碗我都不来。这个是斑斓糕。这个咬到嘴巴里面糯叽叽的。我看你胖乎乎的。你尝一口，尝一口吧，斑斓糕。你想吃这玩意儿，你老弟做的呗。尝吧，尝吧。扎嘴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挺香？挺好吃。真香！哎呀，多好吃。这个是斑斓煎面，要蘸着这个炼乳吧。蘸一下，我想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。终于到妈妈吃了。它上面是酥脆的，然后里边是软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是斑斓肠粉，然后呢，里边它夹的是芒果，你看。这个斑斓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，来口吧。芒果也很甜。这个是斑斓清补凉，冰沙的。你别看它长得绿的吧唧的，我告诉你它可好吃了。这里边还有红豆跟绿豆，你看红豆绿豆。再来一口大包子，绿色的大包子。里面蘸馅的，白菜。它是煎的啊，它后面是用这种煎出来的。很好吃。这个斑斓这收尾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给老弟打包来。来，打包去。抖音。